的小舅子，他的嘴巴，很火。你跟小叮当啊，你跟他争啊，你跟他争啊，然后你跟那个跟富老天的小舅子。一样，阿正啊，哦，快点上，还是一样小叮当啊。你们说，你们认真多打一点，他在感冒，不要一直叫他打。感冒打就好了。怕万一只有今天好就麻烦了。只有今天好，大家都好。这边臃肿跟曾经都蛮近的，无所谓。我们经验来搞啊。还有硬胶水。哎，我是替你想的，让你脱身哎，还怎这样子？那你赶快脱身，你知道吗？我用心良苦跟脱身一样讲。来，大腿来。